大家好，我是意法半导体安全与连接事业部的技术工程师唐一婷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 STPay Mobile。 STPay Mobile 解决方案是面向互联生活的数字钱包解决方案，它是基于 ST54 安全芯片，用于处理非接交易并保护用户数据敏感证书。它允许终端消费者将自己的终端手机作为电子卡，用于支付、旅行、门禁应用和解锁汽车。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支付功能。我的手机上已经开好了一张 Master 卡，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刷卡。刷卡成功。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门禁刷卡应用。门禁刷卡成功。最后让我们看一下 STPay Mobile 在公共交通上的应用。我们来刷一下吉林的卡，现在看到 POS 机上面有扣费额和余额的显示，说明已经刷卡成功了。以上就是关于 STPay Mobile 方案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